高难度台湾通测试，老外能否扛得住？尾牙最初是为了感谢谁而办的尾牙宴？A 土地公 ，B 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我没有听过哎。成语“颠鸾倒凤”的“鸾”字怎么写？我写鸟都有困难哎。新台币500块的钞票上面印的动物是什么？那也不能怪你们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你都没500，你都是1000。今晚9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